今天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来讲一讲我们身边这辆 Toyota Land Cruiser J300。在 X 版本呢，它是搭载这个 3.4 的 V6 Twin Turbo， OK， 所以这辆车有400匹马力跟650 Nm， 所以这辆车就是加起来蛮腿的，非常强壮的这个外观，看起来整个就是老板车，尤其是在沙巴沙拉瓦的朋友，你们每次要走 Pembroke 一定要用这种车。我跟你讲，我试驾过后呢，我就知道那时候我们的苏丹，我们的王啊，那时去到那一边呢，他一定不会觉得那条路很钝的，因为这辆车真的太舒服了。一开还要是电子 sequential light， 全部东西都有。那么开了门后你再按，那么就是电子门了。OK， 电子门打开过后，你会发现到整辆车是 bleach color 的，然后还有这辆车呢，它是搭配这个气座啊，它是气座，然后后面还有带 entertainment 的，前面已经调去那个驾驶者标准的这个位置了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辆车坐上去是很懒惰的，很躺一下，所以为什么老板有些喜欢自己驾，有些喜欢坐旁边，有些喜欢坐后面。通风座椅、冷气、real entertainment 这些全部一应俱全啊，自己插耳机听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充电，什么有到玩玩，各位有到玩玩，整个就是好像 business class 啊， business class 坐后面椅子特别舒服，真的又厚又软大沙发。来到前座方面，你们看到整辆一坐上去，哇，根本就是高高在上，看到前所未有的未来啊，前所未有就是你根本没有看过的。跟你讲，买了这辆车就是一个老板车， JBL System 冷气系统、通风座椅能有的都有，而且大多数会买这种车呢，他们一定有一个用途，就是他们已经晒，他们一定是玩泥沙的，就是他们做 construction 啊那些东西，再烂的地，再烂的地方都好，他们就有 MTS system， 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四驱系统啊，很有头脑的，怎样让你脱困啊，陷了进沙里，不用叫你的工人来帮你抬车，没有问题，不用叫你的吊车过来吊你，你自己按按按就出了。这辆车总里程625公里，所以是一辆准准的新车来的，这辆根本就是六分 S 的车呢，好像 showroom condition 这样子。那么而且我们就去试一下它的动力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先跟你们讲，这辆车就是它的车脚真的很舒服，那一踩400匹马力加650 Nm 呢，真的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，讲真我是觉得有一点快的这辆车，但是这辆车是蛮重啊，2吨多这样子。第二样东西for这辆车呢，就是当你转向的时候，你会 feel 到这辆车 steering 啊非常非常的轻，车内隔音非常棒， JBL system。这辆车喇叭讲真全车我也不懂多少力， sorry 啊， but 是不大需要改啊，真的不需要改。但是我觉得这辆车有一辆东西是不足的，就是它的 brake 讲真有一点点不够了，如果真的要动的话，六破八破去请它是没有问题的。马来西亚多大是没有卖这种 Land Cruiser 这些车的，因为不好卖的他们不卖。那么你们可以来到 Car Import 来询问啊，因为这辆车其实5-6000就有交易了。这辆625 km，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可以过来看，没有调表了，我们这些车全部是跟着 Auction 系的啊 ，Audio。一个老板到最后他应该加什么东西？应该就是一辆 Land Cruiser。Maybe Land Rover bring you everywhere， but Land Cruiser bring you home。